等你哥哥张天宝来救你吧！王仁泽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看看兄弟会啊！王仁泽，你给我回来！有种就杀了我！王仁泽，王仁泽，王仁泽，你回来！天宝，天宝，你要干什么？用不着你们管。 王仁泽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要你去送死。你可不能中了他的诡计啊！怎么说？他是我义母同胞的兄弟，话虽没错，但是，但什么？换成你们，你们能做事不管吗？但是你下过毒手，你难道忘了？你的腿是怎么伤的？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我们是兄弟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，赢得他自己承担。是啊，让开！天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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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，拉住他！ 你什么意思？我怀疑他就是我弟弟。没想到我会落到如此地步。兄弟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呀。 王仁泽，就算我不幸死了，我大哥也会找你报仇的。哼，放屁！打连头都来不及，哪还有那个主啊？我们张家的人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吹大牛！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我能等十年？ 你呢？连十天都等不了了啊！这个王仁义欺骗了朕这么长时间，朕都没发现。好在朕没给他机会，不然的话早把朕的头砍掉了。那陛下，将军的请示怎么办？还用请示吗？ 就地砍头，我不想见到他。是。铁虎，这两年朕对你怎么样？陛下，铁虎今天的一切都是陛下所赐，在下感恩不尽。现在正是朕用人的时候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洛阳的守备官，管理洛阳城的安全。有什么情况，及时向朕汇报。多谢陛下，铁虎鞠躬尽瘁，感恩不尽。你马上派人送信给仁泽。 立刻毁灭少林寺，杀掉那些无事生非的和尚，班师回朝，保卫洛阳。遵命。水，给我口水喝。水。 哥，大哥，天勇，别害怕，哥救你来了。大哥，快走，他们有埋伏。不行，哥要带你走。大哥，你快走，别过来。天勇，别害怕，哥一定带你走。
一切顺其自然吧，不行，保护公主安然离开是奴婢的职责。对我来说，离开这里和待在这里都没有任何区别。公主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所爱的两个男人，他们都为了自己，不惜欺骗我，我还能够相信谁呢？公主见了赵离思，是的。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他怎么那么傻，去自投罗网？属下听说他要去找张天宝，这个丫头，在他的眼里，只有张天宝。大事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张天宝恐怕我们遭刃了！饭桶。 天佑，我来救你了！大哥，别过来，快走！大哥，别管我，快走！ 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大哥。 兄弟会表演的不错啊，大哥，别管我，快走！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们两个朝廷进犯，就别退让了。
这儿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放你的狗屁！该死的人是你，给我杀！别往冲上去！情况怎么样了？吴太明，高飞扬也跟着去了，那边那么多官兵，凶多吉少啊！哎呀，你说曾阳怎么就不能忍呢？嘿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？胡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说的容易啊，可是当你面对杀害你全家的凶手的时候，你能忍得了吗？我要是不能忍，能在王世充身边那么长时间吗？哎，你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哎，行了，别再转文了，他们情况危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别急，让我想想。啊，还要想想？少林功夫也不过如此。来，把药喝了。我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们是兄弟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先把药喝了。真苦啊！良药自然苦了。天佑，你先安心住下来，把伤养好再说。那你好好歇一会儿。哎，大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跟大哥直说无妨。我想见公主。这个大哥，怎么了？他被关起来了。哎，坐下。什么？他被关在什么地方？他有没有受伤？他被关在四后柴房了。我去找他。哎，天佑，环法司派人看守着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帮帮他。我何尝不想啊？可是形势比人强，我也爱莫能助啊。这位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们为什么往这边跑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当然不对了。傻瓜，跟着师傅走哪会不对啊？可是我对洛阳比你们熟啊。熟又怎么样？是啊，难道还有什么捷径吗？哎，你要真有什么捷径你就快说，省得跑得这么累。出少林寺去洛阳最近的是走东门，我们怎么绕了过去反而朝西门去了呢？你连这都不懂啊？你懂什么？谁说我不懂？南门管制比较松，容易进城呗。就大将军，兵马已经点齐。这次带了多少兵马？2000兵马，还有4架霹雳炮。那还等什么？动手吧。可是有话直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属下认为公主被囚寺内，我们不该贸然攻之，否则公主受伤的话如何向陛下交代？以你之见呢？我们不如先救出公主再进行攻打，如何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歇一会儿吧。太好了！哎，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哎呀，舒坦，舒坦死了！哎呀，舒坦，累死了！哎呦，这手啊，站起来！为什么，师傅？因为剧烈奔跑之后，不能骤然坐下，否则的话会憋到气的。憋到气会怎么样？轻者气行不顺，重者会受内伤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师傅。童瑞呢？不知道。我在这儿。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不能坐，不能坐。为什么？师傅说不能坐就不能坐。柴房外有人把守，怎么把他引开呢？
你干什么？什么声音？外面好像打起来了，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嗯，雨枫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你不要再欺骗我了，我父皇杀害你们全家，你为什么还要放我走？无论你父亲做了什么，那都是上一辈人做的事，我认为上一辈人做的事不应该波及到我们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报仇？他做了伤天害理、忘恩负义之事，我只想讨回公道。既然是讨回公道，为什么不交给天去处理？15年了，我始终无法忘记全家遭受杀害的那个夜晚。每当我闭上双眼，那一幕就会在眼前重现。可是你必须要明白一点，以前所发生的那些事都不是我们想的。我明白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我已经皈依佛门。你真的剃度出家了吗？不错。好，那我的这颗心也该彻底的死了。公主，你可别胡思乱想啊。我没事，还不至于死在这里。施主，请想开些。施主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他们走吧。不行，他们走了，少林寺就危险了。公主，公主，
你来干什么？我，哼！公主呢？我不知道，门是你打开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一定是你把他们给放了。那我就得罪了。就是死，也让他们离开这里。别抵赖了，你肯定使得苦肉计，混进寺里来救人。糟糕，他传出信号了。就对不起了，拿下，统统住手！阿弥陀佛。方丈，让公主离开这里。方丈，万万不可啊！王仁泽已经逃脱，再不以公主为人质，少林寺将大难呢、啊。我少林寺建寺以来，遵法守纪，纵使有大难，也要放人。方丈，可是……别再说了。你们难道都忘了佛祖的慈悲胸怀了吗？啊，这，公主，你们快走吧。方丈，您虚怀若谷，心慈仁厚，我情愿留下来为贵寺解难。公主的一番好意，老衲心领了。你还是速离开此地为好，否则。遭致无端的波及，老衲实在是担当不起呀。公主，方丈说的极是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既然如此，我只有告辞了。善哉，善哉。造化弄人，玉凤，如果我们有缘，只有来生再续了。啊，什么声音？不会是官兵在攻打寺门吧？给我放！放！快放！放！放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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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完了！飞天火石！不好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官兵打进来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一颗颗巨大的飞天火石都飞到寺里来了。给我烧个稀巴烂。
子说绝不能放公主，您执意不听，现在大祸临头了吧？我立即率人去追回公主。胡说，你们如此举动岂不成了盗匪？方丈，那现在如何是好？别急，随老衲过去看看。这什么？九弟说的没错，真的是飞天火石。师兄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与王世充势如水火，现在疑难善了，为保留少林一脉，你们都有后门去逃生吧。方丈，那您怎么办？老衲皈依我佛，无牵无挂，我将留在少林与本寺共存亡。方丈，弟子愿用性命保护您出去。住口！方丈，弟子率师兄弟前去迎战。方丈，公主是弟子所抓，有救过我的性命，为了少林寺的延续，我愿意出去顶罪。少林对我有再生之德，我也愿前往抵罪。我们不能连累方丈，害少林遭毁啊！对，我们一起冲出去！对，我们冲出去！哈哈哈！不对。黑豹去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还不见回来？来人！大将军有何吩咐？黑豹回来没有？尚未返回。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北方不测，立即进攻少林寺。遵命。只出去也无济于事啊！那怎么办啊？是啊，王世充此意是要灭我少林，你们唯有速速逃走，才能保住我少林命脉。方丈，我冷愿随你死守少林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们既是佛门弟子，就该听老衲之言，延续禅宗衣钵。事不宜迟，师弟，你赶快带领所有弟子从后门逃走吧。师弟愿随方丈一同守寺啊！跟他拼了！对，拼了！拼了！方丈，走！都给我跪下！方丈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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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佛让我们普度众生，佛让我们广扬佛法。你们听好了，我就是佛，我的话佛虽没有说，你们听不听？听方丈的。天宝、法寺，在你们带领所有的弟子立刻离开少林寺，赶往洛阳，去帮助你们的师父谭宗。你们的师父现在很危险呢。方丈，那少林寺怎么办？有我在这里，还能出什么事情？哎呀，他们很凶残，在佛的眼里一切都是涅槃。哎，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们快走吧。好，走走，方丈，听方丈的，走。